流星在月台行天后，是大美女，歌天人美呀，心更美。大家要知她是一个谁，就是我们的大才女，叫邓紫棋。大才女邓紫棋。在一个月之前，我们邀请了这四位说唱歌手。说唱歌手，你们更想跟谁合作？就大家都可以聊一下，因为目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你们的分组是怎样的。其实我很想选紫棋姐。因为之前在另外一档节目里面是紫棋姐把我复活的，对，但是我最终没有进入到紫棋姐的战队，所以说忘恩负义。没有，所以我给他复活了，不进来我那儿。没有，所以现在就是很想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对，我要说出来吗？你不告诉我们谁给你眼睛？咋练呢？郑恺和邓紫棋。夜来吧，回来哟。来吧，进去吧。哎呀，江南四大才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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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再来。每队抽取一个拟声词，两人用拟声词哼唱，另一个人猜歌名。猜歌的人手中拿着倒计时炸弹，猜对后可以将炸弹传给其他队伍。炸弹爆炸时，游戏结束，拿着炸弹的队伍淘汰。哇！我去唱，我不能拿炸弹，我不能拿炸弹的。猜歌第一组，请出歌。啊！穷开心咋哼？biang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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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惨了，我觉得我会不会。彪彪彪！哎，我们是肖，我们是肖。肖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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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我这么强吗？离歌。肖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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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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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漓尽致不痛快死了都要爱过来过来哎彪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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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走咱就走对对对没错怎么这么简单你们的歌说走咱就走啊那个歌叫什么什么那个说走咱就走啊那个后来哎呀急死我了好样的好好好好好好什么好身体这一组获胜的是绿队恭喜、太不容易了直接给人紫棋颁发第一名就完了，你就别比了。我不服，不服。从红队可能就过不到绿队了。啊，太小瞧我们了。太小瞧我们了。炸弹猜歌，请准备，请出歌。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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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吱吱吱。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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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战术，战术！哎，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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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他们这样都能拿第二？我不服！第一名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绿队，名副其实。然后最后一名就是我们的黄队，也名副其实。太饿了。大家看你们自己吃播。哇，真的好好吃啊！大家以为女明星吃东西都是吃一口就算吗？没有，我吃一整个。鱼子瑶不剩，哇，吃的太干净。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的团结合作的能力，所以这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指压板上跳绳。来吧，绿队，首当其冲。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第一那个跳最久吗？肯定，我最后，我是股王。肯定是你啊，郑恺。你还用想吗？我第一，这是香港股王的。对，我只负责敲鼓。香港股王，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香港脚王。现在考验的不是鼓，是脚啊！绿队第一次挑战，请准备。哼，肾上腺素，来吧。太血腥了，太疼了。这些年，凯哥的绝承受的太多了。太疼了，绿队第二次挑战，请准备。你快点来啊！喂，往前！喂，我好痛，我好痛！快啊，来啊，人呢？喂，我好痛，我好痛！快啊，人呢？哎，等一下，你们两个的步伐不一致，你们两个步伐。看的都疼，快点来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好痛！喂，啊，节奏好了，我好痛！快啊，来啊！哇，太痛了！啊，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跳的不够高。你不用跳很高，你只要腿起来就行。但是我是第三个嘛，这里要跳的比较高才可以。对，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你可以。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这全都是一样，我天！继续吧，继续吧。加油！
战用了四次机会。好痛啊！哦。Yeah！ 可以的，可以的。